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卞月纯。我们家庭当中有那一些必须要挂的衣服，其实还有一些必须要叠的，那是什么呢？先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，是不是似曾相识？你的家里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们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吧。男士的内裤。 这么多小件的东西，你们家里是不是都会把这些东西都塞在这里面呢？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收纳方法吗？不一定。那有的好一点、勤劳一点的宝宝，他会把它卷起来，然后塞在这里面。其实这样子粘布的和那种塑料的都是特别容易积灰的，因为这种粘布看上去它没有灰尘，实际上，会有好大好大的灰。 然后那些塑料的呢？塑料的其实会吸附静电，静电吸附了以后，外面就会有一层灰尘在上面。那你要放这些内裤这类型的东西，就有一点脏了。你又不能经常去洗它，那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天卞老师就告诉大家一些特别好、特别简单的小方法。 看到了刚才的反面教材，现在给大家展示正面的教材。我面前的呢是一盒男士的袜子和男士的内裤。谁说袜子和内裤不能放在一起？只要合理的分隔，就可以干干净净的放在一起了。这边是女士的袜子和女士的内裤，也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最后我们看女生的丝袜，也不用乱糟糟的卷在一起了。 当当当当，这样是不是干净整洁了很多呢？那它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？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必备的工具，就是这个纸质的抽屉分割盒。那为什么是纸质的而不是毛毡和塑料的呢？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毛毡的吸附灰尘，塑料的也会有静电吸附灰尘。那这样子环保纸做的，它可以定期的更换掉，而且是环保的哦。好了，那如果你买不到这样的商品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卞老师现在就教你自制抽屉分割盒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每个家庭都有的这样子的手提袋，我们在买物品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手提袋，对吗？好，我们把手提袋扣下，合在一起。那我们看手提袋的这一边呢，会有一个缝隙，我们拿出一把剪刀，直接从这个缝隙的位置上剪下去。 这样呢，一个抽屉分割盒就做好了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这样子你就可以找相应大小的相同的纸盒子，然后把它放在抽屉里面，再把袜子、内裤这些东西叠在里面，就非常非常的整齐了。好了，那教完了这个以后，让我们开始学习怎样折叠袜子、内裤、吊带、背心、丝袜等等这些小件的物品吧。 首先，我们要学习5种叠袜子的方法。让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一些吧。奶奶法比较占地方，所以这种方法 no。蛋卷法，它放在这里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散开了。第3种方法呢，就是口袋法。 要把袜子抻平，然后呢塞到这个口袋里面去，这样就是一个口袋的方法。比口袋法还要复杂一点点的，同样的要把袜子抻平，把最外面这一层搬出来，这样子就把它包起来了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2种方法看上去比较省空间、扁扁的，但实际上太费事。 费时间，所以呢也是不可取的，所以 no。实际上什么样的方法最好用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袜子洗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要保持它现在的样子，把脚尖向下压，然后把脚后跟这个位置上对折。好啦，叠完啦。就这么简单。那你可能说，这样放下去不就散了吗？所以卞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纸质的抽屉分隔盒，直接放进去就好了。让我们放在一起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我们看，左边上是女生的，这边是男士的。那我们数一下它有多少？女生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双；男生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因为男生的袜子略微厚一点点，所以它能放8双；女生的袜子能放10双。又简单又便捷，大人小孩都会叠，又很容易的恢复。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最简单便捷的？关于袜子，还有一个女生必备的就是丝袜。刚才我们在另外的一个收纳箱里面拿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丝袜，就是把它系了一个扣，所以这一种呢，我也在很多家庭当中看见过。这样子真的是很心疼这个丝袜，因为它上面很容易抽丝，如果你有一些手上有一些倒刺，一刮上它就会坏掉，所以这种是绝对是很伤丝袜的，不赞同。那还有一种朋友就会这样子，把它对折了以后，然后卷啊卷啊卷啊卷，然后把这个塞进来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样子呢，丝袜其实会被拉得很长，你穿的时候就变形了，所以这一种也不赞成，也不赞成。那丝袜其实是要保护它中间这个丝的部分的，所以教大家一个叠丝袜的方法，就是我们把丝袜展开，然后对折。对折以后呢，因为丝袜特别容易抽丝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手去碰中间带丝的位置上，所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再向上折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折一次，再折一次，就折成这个样子了。折成这个样子了以后，我们把最上面这一层翻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大家看这一面呢，有1层、2层，好多的层，所以比较乱。这边有2层，这边也有2层，唯独这一边是单层的，我们就把这个单层的摆在这个盒子里面。好，拿起来，这样呢就是丝袜的放置的方法了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同样还是要用这种分割盒来放。人法最简单便捷的，同样是1次、2次向中间折叠，旁边1次、2次向中间折叠，对折就好了。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最简单便捷，它需要一个抽屉分割盒，放进去就好啦。按照这种方法叠放出来的男士的内裤和女士的内裤，既方便又整洁，而且还能节省更多的储物空间。女生的内衣也是不能悬挂的，它怎样存放可以不变形又比较省空间呢？其实把内衣的中间部分用手撑起来，然后一格一格这样叠放在一起。叠放在一起，我们再找到一个相应的抽屉，把它们摆放进去，然后把两侧的内衣肩带塞进去，反方向也是相同的。这样呢，就收纳完成了，这样内衣就可以放下了。那这边是女生的内裤、袜子、丝袜。这样女生的小小的这样一个空间，就可以把我们内衣常穿的这些东西都放下了。如果你家里也有这种大大的抽屉，就可以用这样的分割盒把它们分好，而且这个盒子还可以随意的变换它的位置，所以可以铺满你整个抽屉，干净整洁，方便取用，而且也节省空间。大家 get 到了吗？有哪些物品是不能挂，只能叠起来的呢？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，他们会把围巾和丝巾会放在这个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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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个丝巾架上，这样搭在一起，厚一点的围巾就会这么厚，左右两边都有；薄一点的呢，就会造成那个丝巾会中间有一些褶皱的部分。那它应该怎样收？是要叠起来的。我们看一下。这边下边就是厚一点的围巾，前面是薄的丝巾，然后旁边可以放个手套啊，其他的小件的物品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看怎样叠它们。我们拿这种大一点、厚一点的围巾来举例子。首先我们要把它对折，折好以后，在这里我们运用三折法的方法，要把最零散的这一部分向内侧折叠，避免它散落，反方向向中间对折。折好以后，我们把上面向下，这样呢，这边也是有好多面零散的部分，我要把它藏在最里面，然后再折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刚才最干净整洁的这一面放在PP盒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抽屉里面就可以啦，这样围巾就放好了。好，我们再拿丝巾来说，它跟围巾的方法差不多，先把它对折，然后再对折，我们把它铺好。好，铺到这么大小的时候，还是要采用三折法，也就是把刚才跟围巾一样最凌乱的部分向最中间折叠，然后再把旁边的另一面向中间折叠，最后把上面向下，然后把凌乱的这一面折向内侧，再折好。然后放在同样的这样子的纸盒子里就 OK 了。除了刚才提到的家庭当中都有当季需要悬挂或者是折叠起来的衣服，家里还有一类型的衣服，也就是平时不怎么穿，买的时候又很贵，或者是一些旅游纪念品，或者别人送给你的，或者是结婚买的婚纱等等这类型的物品。还有的一群人，我现在胖了，然后我舍不得丢弃这样瘦的衣服，万一我瘦下来可以穿呢？所以这些我们不用强求自己去对物品有一个取舍。卞老师的理念叫留存道，在留存之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也就是衣服未来的去处在哪呢？其实是需要生活的进进出出来考验它们的。那这些衣服我们可以先选择找一个位置，不占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物品存放的位置，把它收纳起来。当我们想它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看完了以后再把它放回去，相信时隔1年、2年、3年以后，你随着自己的成长，你就会对它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以及取舍了，所以不需要那么的麻烦。在这里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个收纳神器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看起来像个2层的纸盒子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变个魔术吧。咚，就是这个了，它的学名呢叫百纳箱，它可以放100种，不是啦，其实是一个比喻，它可以放很多很多种物品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跟其他的塑料箱子不一样，因为塑料箱子你要考虑你不使用它的时候，或者里面空的时候，你要考虑要存放它，可是它呢就会变成像刚才那样子扁扁的样子。一个合理的、好的、好用的收纳用品，你是不需要考虑它的收纳方法的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呢，刚才提到了这些不舍得丢弃的物品，还有一个是我们不得不收纳的，就是换季类型的物品。这个百纳箱呢，还能收纳换季的物品。其实大家一定不知道，在中国的2季换季当中，换季的收纳还是有它独特的小窍门的。也就是一般情况下，春天要收纳的是秋冬的衣物，秋天要收纳的呢是春夏的衣物，这2种收纳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是有学问的。如果你收纳错了，在第二年你使用它的时候，你就非常非常的难找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窍门呢？就拿这一箱衣服来说，它是秋冬的一些外套，这里面都有什么类别呢？有针织的外套，有拉丝绒的外套，有冲锋衣的外套，还有运动衣的外套，还有羽绒服的外套，都在这边。我是按功能来区分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侧面可以把它拉开，这边有个可视窗，都可以看得到。下面呢就是羽绒服，然后逐渐越来越薄，越来越薄。因为从取用的角度上来说，天气是逐渐变冷的，是从薄到厚这样一点一点的穿下去的。我现在面前又是一箱春夏的衣服，也就到了秋天，在收春夏衣服的时候，它的顺序完全是反过来的，也就是要把厚的衣服放在最上面，越薄的放在最下面，因为秋天慢慢到春天的时候，是天气逐渐变暖的，所以呢就要厚一点的在上面，然后逐渐的把它穿越来越薄的衣服，这样就在秋冬收纳春夏的衣物的时候，要记得把厚的放在上面，薄的放在下面，也一定要记住要分类哦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床品四件套的收纳方法。通常有的人呢会找得着枕套，找不着被罩，找不着被罩，找不着床单，然后就变成了床单四件套散落在各种各样的地方，然后床上就会变得特别的凌乱。它怎么样收纳呢？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巧劲儿，就是用这个枕套当成一个收纳袋，然后我们把床单、被罩还有单独剩下的一个枕套，把它叠成跟枕套差不多的宽度，然后把它塞在一起，直接把它塞进去就好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但是它太长了，没有地方放怎么办呢？我们从中间把它折叠一下，我们再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百纳箱这个容器，把这个四件套放到这个百纳箱里，这样就在侧面看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当我们取用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把侧面的拉链打开，我们拿这一套，就是一整套的拿出来使用。当我们用完了以后洗好呢，我们就再从上面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取用从侧面取，从上面放，从侧面取，从上面放。那这一边再把它写上标签，四件套，全家人都知道四件套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的四件套就永远不会凌乱了。刚收完了床品四件套，那这样大被子应该怎样收呢？其实现在被子就用不上了，那么这个是东北最厚的6斤的大被子，如果它能够很好的收纳起来，其他的小被子就很简单了。其实今天把它就可以放在刚才的那个百纳箱里，真的是百纳，什么都能装。大家相信吗？这个被子能放进去吗？你看，我一个弱小的女子，轻轻松松就把这床6斤的大被子放进去了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把它写上厚被子，以后全家人就知道在这边找这个最厚的被子了。这样一个6斤的大被子就收纳在这个小小的百纳箱里，这样全家人去找这个被子的时候都知道在这个箱子里面，你就不用到处去乱翻了。很多家庭收纳被子的时候会采用真空收纳袋，这这个也是我特别不赞同的一点，因为真空收纳袋现在很多的质量不是特别的好，大概3个月到5个月就胀袋了。还有大家记不记得真空收纳袋的收口的位置是有一个拉环的，它那个卡扣一旦丢了以后，第二次你就不能再用了。还有抽气的那个泵啊，通常你会找不到。如果你家里没有吸尘器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。其实最重要的一点，大家会认为真空收纳袋会省很多的空间，实际上并不是，因为它只是把被子压缩压瘪了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把被子变小。而这个百纳箱呢，就把一个这么大的被子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矩形，这样子其实更省空间。而且在真空收纳袋一层一层铺起来的时候，它也就能铺3层到4层。实际上，衣柜最上方的这些位置旁边的空隙部分也都是浪费掉的。那这样一个箱子，我们收好被子以后，就把它放在衣柜的最上方。正常一个家庭80公分或者90公分长的衣柜的话，可以放2个，而且一点都不浪费。枕头呢也是一样的，它同样可以放在百纳箱里面，然后把它铺好，直接塞进去就好。还有小的方的抱枕啊等等这一些，其实它还可以放什么？玩具呀、毛绒玩具也都可以放在这里，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百纳箱。今天我们学了那么多的小方法去整理自己的小件的物品，可以让空间扩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整理并没有那么的复杂？而卞老师教的方法都是最简单的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，衣服能挂，坚决不叠，然后裤子呢也是尽量挂起来，袜子也是减少折叠次数。所有的小件物品都是最小的减少折叠次数，就可以轻松的收纳了。那其实它少不了什么，衣橱3剑客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来回顾一下，也就是不伤衣服肩膀、不出小耳朵的植绒衣架，记得一定要选环保材料。第二个就是可以百变收纳各种小件物品的抽屉分割盒，自己在家也可以制作哦。第三个就是不用费力收纳就可以放置很多物品，可以容纳好多100件的东西，100多件呢，就这样的一个百纳箱，它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当你可以放换季的衣物，可以放床单被罩，可以放床上用品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放置儿童玩具啊，家庭当中的琐碎的帽子等等这些小件的物品，所以它真的可以容纳100件物品。好了，这就是在不改造的情况下，达到空间扩容20%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小技能，离不开衣橱3剑客。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收纳用品，琳琅满目，有那么多的叠衣服方法，百变多样。最简单的衣橱只需要3种物品就可以把卧室的空间完全的扩容了，叠衣服也需要简单的那几步骤就可以了。所以整理收纳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简单便捷，而不是给我们的生活找麻烦，让我们化繁为简，回归最简单最快乐的生活。今天学习了这么多琐碎的物品的整理和收纳的方法，那怎么样能够一整系列的把卧室整理干净呢？这里教大家，首先第一步要把我们卧室的储物空间完全的清除干净，第二步要把储物空间的内部格局进行合理的扩容，第三步要将物品进行分类，第四步要将分好类型的物品分别的放入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面，进行美学陈列了，也就是把放进去的东西尽量把它放置的好看一些。比如说挂衣服，我们可以先按照前面是浅色，然后逐渐的深色系，最后把花的衣服放在黑色的最后面的位置上，这样就比较干净整洁一些。我们要把所有的小件的物品也要分别的归位。大家以为这就是最后一步了吗？No，这个时候我们记得要把床上换上一个干净整洁的床单，家里面摆放一些花束、画儿，陈列一下卧室的其他的空间。那这些都做完了以后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，就是要把每件物品放到空间的某个位置上，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跟家人交代好，你可以找得到，别人也可以找得到，这样你就不用抱怨老公平时随手就会丢袜子，你也不会抱怨老婆到处都买的衣服随地乱放。其实一个好的丈夫，一个好的妻子是不需要帮助对方去做家务的，不需要吗？真的不需要，因为家是我们共同的，根本不需要对方去帮助，我们都有义务把整个家维持得非常的温馨。所以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，所以一定不要再帮你的另一半去做家务了。这样还原一个温馨的卧室，是给家最温暖的地方画了一个完美的心。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一个有爱的家，其实不是为我们自己做什么，而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些什么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传递给我们下一代，他会去模仿父母之间的爱，去模仿我们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让我们儿童房见，给孩子打造一个完美有爱的空间。